记得吗？你家，那来做一个江神鼓好不好？好来，来，各位立定，咱就打扮来，加油！是不是求成功对不对？成功一定是咱的，对不对？对。因为我有成功力啊！好，谢谢。来，来，成功力，有信心不？过来，咱国信江的国商的团长，有信心不？有信心不？好，感谢你。这是中山区成功里的成功队，来，掌声再鼓励一下，谢谢。各州各点裁判请就位，两队选手请就位。两队选手注意安全，天我枪伤，预备。第二大跳高高队，国
贵宾，大家都非常好，谢谢，非常好报。为什么？因为在咱国姓乡公所办理的一年一度2011年客庄十二大捷径抢成功系列当中，那个气象局就报告说，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会下雨，下到下个礼拜四。但是，咱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还有他家的眼镜。认真打拼的精神，所以咱的眼镜、骨力、拍拼的精神，感动着咱的天公伯啊，感动着咱的台大信王郑成功，咱的成功爷。所以咱总所这三天所举办的活动，拢是非常风和日丽、非常爽朗，而且非常适合的一个气氛当中来完成这个盘会这任务。过来，上紧张、所积极、各小组、各条女组组。各位男主座的冠亚军之争马上要开始，所以这南洋大公非常的好奇，也非常的感动。我们提供杯啊，对咱国姓爷，对咱所有的观众朋友的听众，今天会当无落雨，予咱如期的完成。而且咱再次来感谢咱所有固定的大家，把自己掌声鼓一下吧，谢谢。那么我们的冠亚军之争国小组冠亚之争，等一下我们邀请水利会我们的林会长来为我们做一个鸣枪的动作。那么现在我们来请我们的第一跑道湖北国小以及第二跑道北投国小，我们就振奋的再加油一下好不好？好，我们国小我们的林队友来吗？你好，大家好，湖北国小，来湖北国小加油加油加油，湖北国小加油加油加油，湖北国小加油加油加油！好，非常的腼腆，非常有自信，没有问题，成功胜利一定在我们这边，好不好？来，还有今年第一次来参加我们国姓乡抢成功的草屯的北投国小，我们的北投国小今年也创出了非常好的成绩，第一次参加就有那么优秀成绩，在这里我们来为我们的整个北投国小加油，好不好？来，北投国小加油加油加油！北投国小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从他们眯眯的眼神当中透露出信息，就是要第一名，对不对？好 ，OK， 来，两队请就位准备。好，在这里再来跟我们两边的观众贵宾来做一个拜托，请不要挤压这个白绳子，不要挤到这边过来，好不好？伫咱的狗仔馆，即个山脚就好，咱要超过这边，咱的各小组的两队选手有充分的宽广的空间来做这个最好的冲刺，好不好？好，现在赶紧拜托，他的工作人员在比赛的时候也要退到我们线的以外，好不好？好。2011年客庄十二大捷径抢成功国小组冠亚军之争第一跑道。湖北国小请就位，第二跑道北投国小请就位，请各点裁判请就位，两队选手请准备，两队选手注意安全，听我枪声，预备。两队选手注意安全，
听我枪声。非常恭喜南开科大跳高高队旗开得胜，夺得我们夺西乡2011年各庄十二大节庆奖成功，男子组竞技冠军，非常恭喜跳高高队。当然也要恭喜我们长留村队，由罗村长所带领的长留村队今年表现的成绩非常优异，也得到非常多观众的肯定以及鼓掌。在这里恭喜长留村队得到第二名，那么也邀请着村长代表能够到我们城门这边有个冠亚军的队员这边合影拍照好不好，请我们的村长以及各位代表到我们城门，还有一个代议员，我们由副会长以及所有的队友先生老师们的热情参与，还有各大媒体先生小姐们所有的协助的单位，在这里再次感谢所有的贵宾，希望明年再给我们指导，再给我们鼓励，谢谢。我做，才有今日的